I have a dream, a song to sing. 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女孩，却能唱出动人的歌曲，你相信吗？前阵子我听了一场公益演讲，认识了一位创作歌手，他的声音宛如天籁，但是他的耳朵几乎是听不见的。他用调音器对音准，他用音乐的震动对节拍，他用生命在歌唱。他在微声中听见希望，他叫维西。Hello， 我是维西。我希望透过音乐跟世界分享，在微声中听见的希望，在宁静中也能唱歌。妈妈，还我带。